現時的天氣情況就不是很穩定，不過球迷們的熱情就很穩定了，跟平時一樣那麼熱鬧的。無論是否落雨，他們都是這麼捧場的。我們就等著工作人員做最後的檢查，應該很快都可以開得波的了。無論是規模還是歷史，這個球場都有了。不如說這麼快，場波已經開始了，解圍成功，有機會打反擊啦！試下壓埋去啦，得唔得先？係突破嘅好機會嚟噶，望落就似有同龍門單埋門嗰下啦，有波入啦！利物浦唔放過咧對手比失咗個波，一攞咗個波就即刻可以反擊。利物浦领先1-0，想入波揾佢咪得咯。向右翼传出，古道卡里路，舒文攞翻个波，舒文啊，后防踢得好好、啊，完全不给他转身起脚射门。古道卡里路个波传向左翼，这个直线靓啊，后锤一摇，搏晒命就顶埋去，不过都系入。哇，禁区里面咁多自己友，俾边个射都得啦。嗱，听到鸡声啦，上半场完。头先人分钟啊几刺激啦，目前虽然得一个入波，但系比赛嘅战情系精彩噶。嗱，睇完上半场啦，你觉得同你嘅期望有冇咩落差咁啊？哈！呢队波啊，中意玩反击嘅，引对手压咗上嚟之后咧，就快速反击，啊个战术都打得几好啊。利物浦半场零，准备要射啦，入波啦！领先住两球都怕请安全啦啩？利物浦呢啲短传战术咧，就真系发挥得好啦！你睇下去到龙门口咧，都仲可以差得咁靓，系咪要起脚呢？起脚不过入唔到，即系若果能够呢个波少啲力度，多啲角度咧，可能入咗。维度。个直线嚟啦，话个波唔离脚嘅，咦？两边咧都利用呢一个机会去换一换人，执执个阵先啊！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传个波入嚟。舒文射佢，跳高一摇，大好机会，咁样就冇咗啦。系时候要禁制换人噶啦，啊！而且两边一齐换波，呢脚直线一下劏穿晒，差唔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，分去右翼度，哎，个波翻翻去中间，掂唔掂咧？起唔起到脚啊？成份俾人撞开咗，踢埋上去，喊声，巧妙嘅传，诶，有冇入啊？完全阻唔到佢哋啊！领先三球啦，点睇都冇得追啊！比赛结束，无论。